统一受惠于年节采购旺季即将要启动，会有助于集团营运动能升温。法人指出呢，统一今年受到了黑心油事件的影响，获利表现不如预期，不过随着油价回档再加上消费回温，转投资的统一超、统一中控渴望出现支撑成长的力道。感谢收看，再会。